一百万能拿到阿贤的什么？一百万我小时候一定会给你，知道吗？然后我用我点图片，然后再 P 图，把它 P 的超大。我的喵啥小啦？只换不计算吗？我我的，没人要盯那一只怎样啊？我死了！砍那砍那！帮帮帮！一百万能拿到阿贤的什么？一百万我小时候一定会给裸照。拿裸照在微信给你给两百万怎么办？那我不会给啊，你就拿去公布啊。不是，我给你裸照，然后我用我勃起的图片，然后再 P 图，把它 P 的超大。你就算发出去，别人又就说哇，好大啊，对不对？人家也不会笑，小鸡鸡什么的。要我做什么都是我。我操！多少可以扮男娘？扮很多次哎，我都是无偿扮哎。天哪！我痛死啊！你听到没有？丢得太准了吧！塞，还没穿烧到。你在这边卡，在卡什么东西啊？操嘞！林北可是有大枪的人呢，他妈真的跟我卡。设备。好。急了，急了，应该摸他了，可是又摸的感觉 A 大的那边会死光光啊，还有机会翻盘。打两枪了说，干嘛跳丢？他教我丢烟呢，我丢进去吗？靠北啊，妈乱教，觉得被骗。Can we
看，哦，又被他挡到。他的意思是捶下桌子吗？捶桌子感觉已经老梗了，感觉要有新的。没子弹啊，四发。桌子不是用锤的，是用翻的。冰斗啦。哎，干，靠北是敌人哦。零那八嘞，我以为这脚步声是队友哎。哇！走，我上，你走。Nice. 呜呼！宝典杀神 ，Who's up？ 幸好我摸到宝典，摸到宝典很关键哦，因为他们刚火宝典了，他们会觉得宝典是超级安全的。殊不知有一条狗躲在这里啊！我上！我看。慢了一步，看他丢那个火不敢走，怕被烫啊，应该直接出去的。犹豫就会败北啊，就想说看那个火会不会是烧在这里面，或者烧在这门口。看。完蛋啦、为什么刚刚在烟后面没看到他、啊？嘿，躲在那个角落。哎、欸，一打三，一打三也不怎么样。完啦，差一点。Oh no， 这把很可惜。敢对面五排的说，五排如果把他们干爆，他们就吵架了。